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PNSO恐龙大王成长陪伴模型系列这个甲龙赛德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创作出来的。甲龙是一种生活在恐龙时代非常非常后期的一种动物，它们的身体识别性非常高，一眼就有非常独特的特点，就是大量的盔甲。 然后尾巴上有一个巨大的尾锤，然后它的头也是很大，然后有四个短角，这张画展示的是它生活的一个时代，跟甲龙同一时期有很多动物其实都像甲龙一样，身上有很多装甲，要不就是头上会有一些保护措施，因为这个属于恐龙已经演化了将近一亿七千万年的时候的。 一个阶段，很多数只恐龙身上都长出了很多武器，用来与食肉恐龙对抗。像画面中这只就是甲龙，除了甲龙之外，远处的这只是非常大型的一种蜥脚类恐龙，叫做阿拉莫龙。阿拉莫龙的背上和尾巴上这两年发现上面也是像甲龙或者是剑龙一样长有很多装甲。然后前面这只叫做龙王龙，龙王龙身上虽然很光滑，但是它的头顶。 长有非常多的角和刺，远处的这只叫做傲视智龙，傲视智龙头上有一个小小的冠，这个冠虽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冠下边的鼻子上边却连着一层松软的皮肤，科学家们认为这个松软的皮肤可以让它发出很大的叫声，然后能让它快速的与群队与它的许多同伴结成大的群落，而且。 傲视智龙，它也拥有非常巨大的体型，这个也是一种与食肉恐龙对抗的本领。因此，白垩纪晚期出现了大量非常非常壮观的恐龙，甲龙就是其中一种非常著名，但是非常有神秘色彩的动物。之所以说它有神秘色彩，是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它是一种非常著名的甲龙类动物，而且大家在各种作品中也非常常见它，但是实际上。 甲龙的完整化石并不是很多，就连它的骨骼目前也不是非常的完整，而且它身体的巨大的体型推测也是从少数几个标本推测出它的身体有多大。目前我们推测的一个结论就是甲龙大概有6米长左右，然后身体很壮。如果从上往下看。 这个体型是目前我们知道的可能最接近事实的样子。过去老的一些复原，要么就是把尾巴做得很长，要么就是把尾巴做得很短，身体做得很长。而且身体以往都是前后一边宽，或者就是比看上去从顶上看上去比较瘦。现在我们知道甲龙在肩膀的位置是比较窄的，然后整个身体显一个梨子一样的形状，在骨盆处是最宽。 然后在屁股后面突然往里收缩，然后变成尾巴的形状。尾巴最后一段就是这一段，里边是有骨化的肌腱把这几段骨头给它锁死，因此这一段保持的非常的直。尾巴末端有一个尾锤，这个尾锤里边有四片皮内成骨结构构成，这个就相当于是剑龙尾巴上的四根刺缩短变成圆形拼在一起，然后外面由一层角质覆盖。 甲龙的头部有一些保存的非常完好的标本，我们在进行复原的时候，主要参照的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句非常完好的甲龙的头骨，那个头骨上可以清晰的看到有一些凸起的痕迹，这些凸起的痕迹像砖块一样，就是非常整齐的，从脊排从鼻子开始一直向脑后延伸到这个位置开始消失，然后形成一个整体。 这个结构在今天的一些蜥蜴上可以见到，比如这个美洲的一种毒蜥，这种蜥蜴，它的头骨上就有这样类似的起伏。活着的时候，毒蜥的这个骨头表面与一个比较大的鳞片结构对应，每一个凸起对应一个鳞片，所以我们推测甲龙的这个头骨结构可能也是这个样子。除了甲龙之外，包括这个画面中提到的这个龙王龙这一类肿头龙家族。 它的头部结构也是这样，然后除此之外，甲龙有四个短角，
这四个角分别是从颧骨跟后脑的骨头上边缘的这个大型的鳞片演化过来的，然后它形成了两个角状骨。除此之外，在下巴上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那个角质的结构去保护它的下巴，因此甲龙的整个面部保护的非常的完好。然后在它的嘴的前边这个位置是它的鼻孔，这也是甲龙很有意思的一个特征。很多甲龙类恐龙，就比如喙龙或者是这个包头龙，包括在蒙古以及内蒙古发现的一系列甲龙类，都显示出绝大多数甲龙它的鼻孔是朝前的。一般甲龙的鼻孔从前面看就像猪的鼻孔或者牛鼻孔一样，是朝前，是这个位置。只有甲龙是非常罕见的几个例外之一，它的鼻孔是在后面，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活着时候上边被大大小小的各种甲片所包裹。然后如果从正面看，你也可以看到甲龙的嘴是非常非常宽阔的。甲龙有一个非常宽的嘴，然后有一个角质的喙，这个喙在里面有从头骨上可以看到两片骨头，就叫做前上颌骨的两块骨头，一左一右，中间有一个缝隙拼在一起。活着的时候中间可能没有缝隙，活着的时候它是被一个像鸟喙一样的一个角质所包裹下来，然后并向下延伸，因此活着的时候要比头骨看上去要更大一些这个嘴。然后它的布满甲片的头顶轻微的向上隆起，重点保护的就是甲龙的头部。然后就是甲龙的这个身上的骨板也非常有特色，很多甲龙类非常常见的就是脖子上的装甲，脖子是很多恐龙特别脆弱的地方，甲龙也不例外，因此很多甲龙类在这个位置都有大型的骨片，形成了像围脖一样的结构保护着这个脖子。甲龙的脖子很短，但目前我们推测它可能有两个，有一些甲龙类有三节这个这种结构，但是这个甲龙赛德我们按照两个去复原。然后除了围脖之外，还有这个肩带部分也有大量的这个甲片。一般甲龙类肩膀处的这个甲片是数量很多，要比后面的要多一些。它的甲片由于比较大，所以它在身上的分布可能要比较均匀一些。我们在做复原的时候参考的是近些年来对甲龙的一个比较新的了解。如果大家看甲龙复原历史的话，你可以发现甲龙的骨板排列一直都是有蒸汽，最早期是非常紧密的排列在一起，然后是这个前后就在骨盆中间，参考节节龙类骨盆中间是没有这个甲片的这种复原。现在我们认为这个甲龙可能从前到后是比较均匀比较分散开的这样一种排列状态，就是现在展示的一个。一般背上的甲片都比较平缓，是一个圆形，中间有一个棱的凸起，但是在两侧的甲片这个是变得非常的尖锐，保护着身体的侧面。此外甲龙这个前肢有五个指头，后肢只有三个指头，很多甲龙类尤其是早期的节节龙类它的后肢是四个指头，但是晚期的甲龙或者是那个晚期的甲龙类它的后肢已经非常的特化，已经只有三个指头。另外就是甲龙的背上的骨片，我们现在认为它一直延伸到身体侧面以及四肢上，包括尤其是在一些甲龙那个前肢上也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甲片结构。虽然甲龙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但是还是参照它的近亲，就比如喙龙这一些比较完整的标本，我们进行了它前肢的复原。然后这个就是关于甲龙赛德的一些创作的过程。